为了度化天边无际的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和大家共同学习莲智麦朋仁波切的极乐愿文，此极乐愿文也称作往生极乐之四因修要。去年九月我已经讲解过阿弥陀佛修法极乐捷径，现在继续传讲净土法要。在讲极乐愿文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作者也了解一下，以增进对学习这篇愿文的信心。这篇极乐愿文的作者是麦朋仁波切，全称麦朋江样南迦迦措朋仁波切，1846年藏历第十四圣生丙午年，诞生于多康河今石岐县内的雅丘当羌地方，其叔父喇嘛丹玛达基为他起名为麦朋迦措。早在1000多年前，莲花生大士曾授记他将成为弘扬大圆满的太阳。莲智麦朋仁波切是真实文殊师利菩萨在末法时代的化化，从小显现了无上大圆满的智慧。与其一的大成就者不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和印度的二圣六庄严，以及很多的高僧大德，如弥勒日巴尊者、夏迦班智达、翁格巴大师、无垢尊者等，他们显现上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苦行来清净业障和积累资粮，最后获得究竟佛果。所以莲智麦朋仁波切可谓是娑婆世界中最稀奇的一位大成就者。麦朋仁波切在6岁时已能背诵三界论，7岁时尊者就已经造下汇集显密圣深经要绝藏的定解宝灯论。麦朋仁波切是一边叙洒一边口述此论的内容，因为当时年岁太小还无法亲笔书写，于是就由一名名为忍清公波的上师替他记录善写。麦朋仁波切将自己的智慧比喻成两个人，仙人和流浪者，通过流浪者和仙人的一问一答，分别讲述了在佛教中历来被认为深奥无比的7大难题，将大中观、大圆满等常人不易理解的甚深法理以通俗的语言一一阐述出来。麦朋仁波切晚年还提到这篇文章，这是我小时候玩耍时写就的，现在看来文句上可以有点不同说法，但内容还是很殊胜的，所以也就不必去更正了。麦朋仁波切已能圆满无碍地进行书写、念诵和著述。12岁时住进寺院，外表虽然与普通僧侣无异，但却以其品德、智慧受到众人的赞叹，被称为小喇嘛智者。15岁时诵读十轮金刚，运力力算数日，并祈祷文殊菩萨，便彻底精通。在节粮尽处住18月中，因修文殊以师指法并造药丸之事，获得极殊胜的相应真相。他自己曾说，从这时起对显密明处之各种论点一经过目，便能甚解，举须造法传承而不必他人示解。17岁时即以精通心算之邪而闻名遐迩，18岁时在定中得到佛藏经书，遍观大运力精进。尊者在格芒尽处时修习丹珠尔楞藏约218行左右，仅用25天便能将内容熟记于心。在金庸寺时，他更是仅用3天时间就将甘珠尔金藏前书有104或108行背诵如流。在后来的给他们寺院的这些喇嘛念传承的时候，也是不需要看经书，直接就是背诵出来。在下面的话，很多的这些看部门呢，也是对着经书一字一字对，没有错漏过。在娃智仁波切座前听闻路菩萨行论中的智慧品，仅7日便能彻底领悟其中的义理，后来铸成了有名的智慧品寺净水如意宝。此论精要的
辨析驳斥了外内诸宗的偏执与措施，圆满的抉择，开显了中观应承派究竟了义的无畏善守。麦婆罗摩戒、张一戒、甚深义藏铸成广大论典，全部收集在德格印经院藏文版啊，写意与狮子前肢大半字达麦彭江耀南家家措前集中，共26行。后来在其他寺院又发现了一行，共27行。尊者一生的著述非常丰富，无论显密教法都非常啊，修法窍诀啊，五明啊都非常全面的。其实还有一些零散的法要没有收录到前集里。其上师江让亲哲仁波切曾赞叹尊者说，弥勒密意限量而知，文殊身法限量通达，诸方邪识无所不精。类似这样的成千上万的大智者都共同承认，尊者是以文殊菩萨无二无别之化身，很早就肩负起弘扬释迦牟尼佛教法之重任。1912年，尊者最终显现圆寂相时，曾亲口说道：“我虽为一特意来此世间弘法利生之大菩萨，怎奈五浊恶世之环境太过恶劣，故自己之行持并未达到预期目的，所有愿望实非一一获得圆满。不过我尽此一生已完成了所能行持之弘法事业，因此我现在欲舍弃此幻化之躯，我所造之论点均为智慧佛藏所显发，凡文殊菩萨未开启的连一四句偈都未曾写过，任何人若能传讲听闻修持即所获之加持力，则特别殊胜，并超胜其他法门，且迅即就能降临，不类某些法门那样传承遥远，加持缓慢。尤其是在七世之以内，我所传流之法要，其加持力定会代代增上，日渐强大。现今我将所有法要一并交予格萨王护法神守护，一切修持此等法门者，风马吉利及福德定会增上。种种为言，以魔众均无有任何乘虚而入之机缘。我善事者多年来一直一心一意曾是我，以此因缘他将获取以文殊菩萨无二无别之成就。以前法务律宝朱世时啊，为我们这个制定4年的教学计划。如果说我们在法务律宝时代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年的话讲解了北业经、咸疑经等取舍因果的法要，第二年讲解跟上出家仁波切的路行论大书和麦婆罗摩戒的智慧品是净水如意宝，第三年讲解大化网根本序及其著书，前者麦婆罗摩戒大化网总说光明藏论以及无故光尊者的大化网著书，第四年呢传讲无故光尊者的大圆满实修法要上师心地。在传讲路行论大书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违言，后来法王律宝在开讲了麦婆罗摩戒的智慧品是净水如意宝的时候呢，种种违言就即刻消失了，护法神聚集，种种瑞相分成，这也是前置麦婆罗摩戒教法的不共加持。藏历4月29日，当日空中现出红光等光幕，尊者以大圆满心性修思之势将色身融入法界，视现涅槃，享年66岁。举行土毗大典时，麦婆罗摩戒的心眼舌聚于一处，且化成精美的佛像，这说明他在世时已经圆满修成了生死次第。火化后遗留下了无数戒戟般的大小的舍利，遍满尊者平时所居住的房舍和屋舍内外，这是尊者圆满次第修成的究竟相。尤其是当时在现场横空出现五色彩虹般绚烂美妙的光芒，横竖圆文字像等无数千姿百态的光芒遍满大片虚空，他还未有缘则夏热等人
流散五种金刚舍利，内中一舍利在具信心者悉心供养后，竟生出数十字舍利。这样的舍利，上师宝密宝已现然目睹过。尊者圆寂时，东方虚空传来嘹亮动听的声音，凡此种种稀有难见的成就瑞相，一一都在昭示着尊者已经于本净法境界中获得本地解脱，以无情密法之校正推测，此等极锐征兆表明尊者决定已经获正觉正等觉之佛果。在法王密宝生活的年代，麦婆罗门切早已圆寂，然而法王密宝对麦婆罗门切具有不共的信心，在15岁时念诵了100万遍麦婆罗门切的祈祷文和10000遍麦婆罗门切所做的直指心性之教言，结果依靠对前知麦婆罗门切的猛烈信心和祈祷，证悟了这无上大圆满。法王密宝说，众所周知，前知无垢光尊者和荣树班智达是前意宁喇嘛所有传承体系之无上教主，然而以我的因缘来看，我却对前知麦婆罗摩切更具有信心。虽然在本质上说，麦婆罗摩切的教员殊胜加持力与其他祖师大德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因与自己相续能够时时相应的缘故，我对他老人家更显得特别执着。每当读到他老人家所写的金刚句，我都会立即升起强烈的信心。但上师法王密宝对前知麦婆罗摩切极其恭敬，每每提起前知麦婆罗摩切时，都敬称喇嘛仁波切。法王密宝曾经说过，凡是我的传承弟子乃至得到点滴之成就，如一三宝升起刹那信心，皆来自于传承上师麦鹏尊者的加持与恩赐。所以我的弟子皆当依前知上师升起不退之信心，昼夜精勤祈祷求加持。上师法王密宝还教诫我们，为了这个获得前知麦婆罗摩切的加持，下至开玩笑也不能有任何不恭敬，否则会成为获得加持的障碍。王立宝演唱道歌和转注论点时，都是先祈祷前知麦婆罗摩切安住心间，最后围唱时也是祈祷生生世世与前知麦婆罗摩切形影不离，获得以文殊护主无二的果位。以前法王密宝到五台山面见文殊菩萨的之前啊，就说面见文殊菩萨之前的话，他在造论的话都是顶礼麦婆罗摩切和文殊无二辈的顶礼做顶礼来造的。如果说你们看法王密宝早期的作品的话，能知道藏文的话啊，现在也有些翻译的，这样的话也能知道法王密宝虽然造论之前的话都是顶礼前知麦婆罗摩切的啊。现今时代的话，法王密宝为主的诸多高僧大德弘扬的主要是前知麦婆罗摩切的教法，麦婆罗摩切传承下来的法脉，从传承上说非常的近，也非常亲近，从一拳加持方面来说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我们讲的话，尤其我们说因为进入前意明喇嘛教法修习无上大圆满的，我们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上师的一拳加持。法王密宝都再三的跟以前都再三的跟我们讲过啊，我们呢就是说从前知麦婆罗摩切这个一拳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法脉的话真是无与伦比的。我们能够获得证悟也是主要是获得上师的一拳加持，如果说得到上师的一个一拳加持的话，肯定能显发我们本有的智慧。如今我们有幸能够共同学习了前知麦婆罗摩切的这篇极乐愿文，因缘殊胜稀有难得，希望大家能对麦婆罗摩切升起真实的信心，历历祈祷麦婆罗摩切，从而获得麦婆罗摩切的一拳加持。如何祈祷呢？牟利宝说，我们念诵起此寄诵祈祷即可，绝空文殊童子加持力，利益界中获证八辩才，校正法藏海洋圣尊主，
自诚祈祷麦彭拿迦尊。当时王立宝就是念诵偈子100万遍而证悟的，此偈文的意义为：从外上而言，觉空文殊童子是指具足善好的文殊童子身相，其头顶上带有五福冠。从内义言之，此处觉空文殊童子是指依风脉明点次第实修，最后所显见之真实义的之16相。从秘密义来说呢，是指依本来清净与任运自成结合而现前4相智慧。本来清净就是大圆满彻缺，任运自成的话就是大圆满里面的脱感。所以说我们从外秘密这样的方面来祈祷的话，都非常殊胜的。这个就是看自己的安住的见解来的，来方面来这个安住去修啊，这个来祈祷，来安住来修。辩才等8藏依广大游泳经所云，即为无可言说，乃意念藏，以心取舍为智慧藏，了达经义是正悟藏，闻力受持陀罗尼藏，赞说满愿及辩才藏，护持正法名妙法藏，担保永续菩提心藏，得无生法忍修行藏，此即为8藏。教法是指经历论3藏，以讲说听闻而获取。正法是指戒定慧3学凭借实修而获得。总之，尊者已完全具足智慧境界、善良成就等稀有功德，让大成就者前知麦婆罗摩切祈祷，能令祈祷者暂时具足人天七功德，也就是上种七财嘛，这个七功德。种性高贵，形色端严，长寿无病，缘分优异，财势富足和智慧广大7种圆满，并获西征怀珠4种事业自在，最后则使所有祈祷者皆现前4身5智，足今是5世土登秋吉多杰。有次在前往拉萨途中，突然遇到长江天堑，当他乘船渡至江中时，轮船失事，并迅速沉于水中。于此危难之时，他急忙猛力意念尊者口传之祈祷文，结果造成沉船的危缘当即就得以解除。藏地诸多大成就者皆云，若能自心猛力祈祷尊者，100种五足恶事之危害亦无法毁坏自身。前知麦婆罗摩切的这篇极乐愿文很适合现代人修持。这篇极乐愿文的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呢，从题目我们就可以知道，此愿文的话已经把往生最关键的4因都涉及当中，可谓是文简洁而意深广。在我们念诵愿文的短暂时间里，就可以修习往生极乐世界的观要。而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很多人都是忙忙碌碌的，没有很多时间，所以这篇愿文非常适合我们修持。前知麦婆罗摩切的造的论点，很多修法仪轨啊，的确是比较简明，很简明明了，把所有的观要都聚集了，这样方面来讲。所以很多人如果说在我们修法，如果是修很长的仪轨啊，这样像以前很多这个仪轨的话，你看做一个会供啊，有的大会供的仪轨的话可以修几天，还有我们说修很多一些法要啊，也修了很长的时间。但现在呢，对我们很多的尤其在家人的话，特别忙碌，忙忙碌碌的话，如果修很长的观修很长的仪轨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可能很多人呢就是没有这个因缘了，可能就不得不放弃了。但是呢，曼婆罗摩切的话，这个照这个这篇愿文的话非常简短啊，简洁而意义的话很深广啊。下面就这个开始正式讲解愿文啊。愿文这个分二，一就说叙说，二正文。一叙说，欲往生极乐而修持4因者，当专一明观无量光佛法相，日诵圣号7遍等，
而后念诵此文，想要往生极乐世界而修持往生四因之意的诸位行者，应当每日专心冥观阿弥陀佛的身相，并念诵阿弥陀佛圣号七遍等，而后念修持极乐愿文。欲往生极乐而修持四因者，是指如果我们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那就要从现在开始修习往生四因。如果我们想要承办一个果，必须要认清它的因，之后努力的修习这些因，当因修集圆满时，果自然而然就会实现了。不如同我们把目的地路径认定好之后，就需要我们坚定不移的这实行啊。就像我们就说，很多人就说去拉萨朝拜啊觉悟佛的时候，我们都是把方向怎么样认定，路线怎么记啊，在中间呢、啊、怎么克服这种种困难啊，这样最终达到目的。如今我们已经立下了往生极乐世界的目标，发了大愿，最重要就是具足往生四因，行持念佛等善法。往生四因即是明观福田，知之进藏，发菩提心，发清净愿。明观福田的话就是细念阿弥陀佛，其实念佛的含义很广，不仅仅指口头念佛而已，包括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实相念佛，这四种念佛的方法我已经在讲解阿弥陀佛修法极乐捷径的时候解释过了，你们可以参考。而知之进藏呢，就是平时积累各种善根啊，清净业障。发菩提心就是阿弥陀佛如何发愿，我亦如是发愿。发清净愿呢，是将善根涉及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发清净愿的话有两个要点，第一个呢愿命中往生西方，生在佛前。第二个呢愿得佛加持，入成佛道。其实往生四因的话并不是藏传佛教独有的，而是出自佛说无量寿经。根据微朝的译本里，述说三辈往生，其上辈者舍家去狱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依上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无量寿佛以诸大众现其人前，随彼佛往生其国。其中发菩提心，依上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就是这里说的往生四因。其他的中辈啊、下辈的情况也都能看到相应的往生四因。往生四因呢，开显了大乘精将之秘意，但也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功德。这是因义修，果义成之法，是包括凡夫在内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捷径，在显宗道中没有比这更甚深的教言了。如果我们选择的解脱之路是往生极乐世界，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自己不断的用心修持往生四因，只有这样才能承办往生，也才能在往生后迅速圆满功德，成就佛果。有关往生四因，在阿弥陀佛修法极乐捷径里我已经讲解过了，往生四因特别重要。以后我们一起学习乔玛仁波切的极乐愿文时，可以再细致的讲解。当专一明观无量光佛像，日诵圣号七遍等，修的时候呢，首先专一明观无量光佛像，光佛法像啊，这是往生四因的第一因嘛，对吧？就是说明观福田，我们观想阿弥陀佛的身像，心念必须专注在佛上啊，专注非常重要的。平时我们修持总是大概的修持，或者呢，为了完成一个任务，用现代化来说的话，这样我们的修行的话就很不给力了。这样，
啊，进步微少啊，这样，即使为了承办世间的事业，也希望我们专心致志的不懈努力，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扎扎实实的朝着既定的目标迈进，最终才能获得成功。何况我们想要成就佛果呢？如果想要清楚的观想阿弥陀佛身像，专心我要日久功成。观想的方法要点呢，我在《阿弥陀佛修法极乐捷径讲义》里已经宣说了，菩提中网站有提供讲义下载，你们可以参考学习啊。在显密念诵集里，麦婆罗门切极乐业文前面补充了一篇观想的仪轨，大家也可以根据这篇仪轨来观修。但是呢，我们这次实修的话，主要是修阿弥陀佛修法极乐捷径啊。这样的话，我这次的话也不再讲这个仪轨了，讲解的仪轨了啊。你们就如果说你们可以参考看，也可以，大家能按照仪轨如理如法的观想阿弥陀佛的身像，这样是最好的。如果实在无法明观阿弥陀佛的身像，那么也可以意念啊，就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正注视着我，我自己时候立即往生极乐刹土。如是一心专注，以坚定信心意念阿弥陀佛，或持诵阿弥陀佛的名号，仅此也可以算是往生极乐世界的第一因啊。因为无论是眼见佛陀的身像，或者手触佛像，也都成为解脱的因。所以呢，我们无论能否明观佛陀身像，但一定不要忘记其名号。文殊般若经中这样讲到，假使众生根性愚钝，在观修的时候自己不能开解，但只要让他一心称名，保证念佛的声音相续不断，这样他就能够往生这就告诉我们了，本来观修的时候呢，必须要有见解。好比我们观修阿弥陀佛的身像，按照极乐捷径的话，它里面就是有生死次第的观修的见解，生死次第的观修如果没有见解的话做佛这样没有见解的话呢就修不上去了但是呢，佛陀慈悲自己赐予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只要以至诚之心把六字洪名相续不断的念下去，自己死心塌地的相信这一点，坚持七念就能够往生。专心观想阿弥陀佛身上，然后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等来邀请这个佛力加持。其实的话，净土修行的根本就是常念阿弥陀佛。我们已经决定求生西方，最重要的就是以指阿弥陀佛为导师。从现在开始到往生极乐世界之间，我们无论做什么善法当我们发愿呢、回向啊，或者祈求什么的时候呢，都是一心一意祈祷阿弥陀佛随念加持，恭恭敬敬的在佛前做，乃至往生极乐世界后升到佛前，更是要祈祷阿弥陀佛以神力加持自己，迅速成就普贤行愿，洞超佛地，圆成佛果，然后广化十方，利益无量众生。日诵圣号七遍等，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日诵二字。修行净土法门，贵在每天持续不断的称名念诵，直至养成一种习惯。一种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是能在行住坐卧间，醒时、梦时、欢喜、悲伤，特别是恐惧的时候，都能习惯着成自然的想起阿弥陀佛，祈祷呼唤阿弥陀佛，这样我们临终的时候就自然能够心不颠倒，顺利往生。所以此极乐业文呢应该每天都要修持。很多人总是认为平时不需要那么精进的祈祷阿弥陀佛，只要临终时念就可以往生了。可是如果我们平时不在内心串习善法，临终又如何提得起正面意念阿弥陀佛，希求往生极乐世界呢？唐朝的非西法师
在《念佛三昧宝王论》中云：“恶欲想你，梦见于你；善欲想佛，梦见于佛。”如果我们经常产生贪欲，你朝思暮想某个女人，晚上这个睡觉都会梦到她。相反的话，如果我们经常生善念，经常观想佛菩萨，梦境中就会出现佛菩萨的形象，可见平时的串习是多么重要啊。如果一个人白天想的做的都是不如法的事，那或者与解脱无关的事，晚上自然而然会梦到这些，临死的时候也会现现这些景象啊。作为凡夫人的话，一定要强迫自心不要入于邪道。如果说随身自己的这个分别念，由于无始以来恶业的串习极其可怕，许多人自然而然就会趋入恶道，根本不会走上解脱之路的。所以说我们对我们平时的串习的话很重要的，你们一定要把这些法要的话平常一定要串习，力量够了才能够临时到时的时候呢，面对遇到什么情况下啊，都能意念阿弥陀佛来加持。不然的话可能医药为言啊，或者临终的时候呢，肯定想不起阿弥陀佛的。我们说解脱的话就像登山一样的困难，堕落而去的话就像下山一样的容易。所以说我们应该要远离堕落之路，走向解脱的光明大道。圣号在这里指的是藏文阿弥陀佛的圣号，即中南地地云沙巴扎中巴扬德拉巴祖巴桑吉昆巴阿华德米巴拉桑查罗出多加僧卓。翻译为的话，顶礼供养皈依世尊善士出有外衣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护主无量光佛。藏文阿弥陀佛的圣号包含着顶礼佛的其他名号，因为佛有无量功德，所以能施设无量名号，称颂佛的名号功德非常大。随愿三宝尊是以佛的十大名号先说佛的功德，对佛陀的十大名号前置麦婆罗摩切归纳为自力圆满和他力圆满，也就是从自力圆满的角度先说了如来、应供、正等觉、明心圆满、善事五个名号，从他力圆满的角度先说了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门师四个名号，佛薄切凡是总结。很多佛经中通常只出现如来一种名号，其他的称呼很少出现，但若能念全这十种名号，功德非常大。文殊师利问经云：若能专念如来十号，佛依彼人常在不灭，亦得当闻诸佛说法，定见彼佛现在世中。如果我们专心意念如来的十种名号，那么佛陀与我们同在常伴左右，也能够听闻诸佛说法，并且见到佛的四众弟子。因此通过这种方式来念佛非常有必要啊。我们就阿弥陀佛的圣号讲解下佛的名号。善事是梵语修切陀的意义，也有意为好去、好说等，是去或到的意思。但呢是有不退转或究竟无疑的意思，由不退转之意安稳而是说明善事。凡夫仍然有苦因和苦果，不明善事，外道虽然能获得禅定神通，但其功德定会退失，不明善事。二乘有学无学所得功德虽不退转退失然非圆满通达一切所知境，也不明善事。对比来说为佛为罪故立四号出有坏是梵语薄切凡的意义，指的是佛陀出离有惧恶边即超越了痛苦的三有轮回和小乘灰身泯智的涅槃恶边，具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六种妙德，能坏四魔。如是薄切凡能超
外道自在天等。汉文经典专作尊贵一义，义为世尊。佛说十号经云，天人凡圣，世出世间，衔接尊重，故曰世尊。大智度论中说，地上处住故，名为世尊，意思就是安住最上之处的缘故，名为世尊。应供张译为灭敌者，世间所讲的敌，是指如果有谁掠夺我的财产、健康、名位、家庭等，并且给予我不愿意，令我身心痛苦，那就是我的怨敌。而此处的敌，是指一切过患的来源，即烦恼。这句话很深刻啊，说明真正的敌人不在心外，而是自心的烦恼。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唯是以自己心里的烦恼而造成一切过患，那是最根本的敌人。什么是灭敌者呢？就是彻底消尽烦恼和习气的人，就叫灭敌者。这样的灭敌者与世间所谓的英雄在意义正好相反。世间崇拜的这个英雄的话，就是向外征服，通过权势啊、暴力等啊来胜服他人。但是呢，以内道的观念来看，这并不是英雄，而是能降服自己的心，能够一肩挑起众生的苦难，才是真正的大雄。雄是胜服一切的意思。佛说无量寿经里说，愿会西城满，何为三界雄。我不同于众生的地方，就是已经断尽了人我执和法我执，所以佛才是真正的灭敌者，是真正的大雄。为什么称佛陀为应供呢？就是由于内在已经灭尽烦恼敌，所以应当受一切人天的恭敬供养。这样看来，灭敌者与应供只是解释的侧面不同，实际意义并不相违。在佛的十号中，应供是以断得圆满而立称，因为二乘人虽然断除了烦恼，但是还有习气没有断除。正等觉的话，这是从正德方面来说的呢。凡也是不大，都是觉醒，或者说像莲花盛开一样，在佛正悟的那一刹那，好像是从迷梦中彻底醒悟过来一样。这是一个侧面的描述。另外，心完全打开时，就像莲花的花苞一下子开敷，十方三世所设的无量无边的所知法，一时之间都现在智慧之前。这样的大智慧显发是另一个侧面的描述，就像莲花从淤泥中脱尘而出，顿然绽放这是表示证悟之相的意思。一义的重点的话，就放在证悟之上相，因为不打的一的含义的话，也可以用于圆觉，或者用于第十地菩萨。所以为了显示佛的正德，不同于圆觉、第十地菩萨第十位他的不圆满，所以的叫做圆满。这样从名词上就可以让人了知，佛的觉悟呢是圆满的正觉。从如来藏显露的方面来看，一地乃至十地虽然有一分或者多分证悟了，但是能够圆满证悟的唯一是佛陀，所以说是圆满啊。因为圆满也可以用在魔王幻化的佛形，或者十地智慧各自究竟的方面，所以为了做甄别，又叫真实，是真正的圆满，所以又称佛陀为真实圆满正等觉。后主的话就是因为只有佛陀开示了灭苦的正道，所以他是救度我们脱离轮回苦海的唯一的救助者，所以称护主。日诵圣号七遍等等之类分是指其他方式如果念诵汉文的圣号的话，
那七遍的数字相当于六字洪名的40多遍嘛。简而言之的话，序文的内容是说，如果我们要想要往生极乐世界，每天都应该依照往生誓因具体修持。首先，专心观赏阿弥陀佛的身相，祈请阿弥陀佛随念，然后恭恭敬敬的念阿弥陀佛的真文圣号7遍等，迎请阿弥陀佛降临道场。最后在佛前念诵此发愿文，好好的发愿为相，祈求加持往生极乐世界。总之，我们每日修持此仪轨、此愿文的话，就是从始至终都是以阿弥陀佛为对境，以阿弥陀佛为真相缘来成就菩提佛果。现在菩提丘网站发起了念诵阿弥陀佛圣号的共修，大恩上师让我们尽量在3年内圆满念诵阿弥陀佛圣号藏文100万遍，如果念诵汉文的圣号则是600万遍。这也是法无律宝的教言。为什么要念100万遍呢？一方面，法无律宝曾经说过，所谓100万遍名号的界限是我的根本上师托嘎如意宝、观音上师多乐丹边尼玛活佛等明确受记。当然，你若像有缘人念100万遍阿弥陀佛名号此处指的是藏文佛藏语佛号汉语的话需要念600万遍他们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大恩上师也是根据法无律宝的传统发起这次共修的。另一方面呢，前面也说过，我们需要不断的串习善法，让自己的心相续渐渐的改变。如果不串习，法还是法，无法融入自己的内心相续的话没有改变，也就无法断除烦恼。如果我们每一次都能够发自内心的念诵佛号，当这一份真诚重复到100万次的时候呢，我们就再也不可能退失了，自己的心相续就得到一个彻底的转变。这时候呢，往生净土的话就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一定会被阿弥陀佛摄受到往生极乐世界的。所以说平时的串习特别特别的重要，一定要不要抱有小意的心态，最后呢要临终时念这样的这样去做。还有人会想的话，我已经念完了100万遍但是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或者面相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对，因为很多人在经典里面说阿弥陀佛的话肯定现前在面前做加持这样看到阿弥陀佛或者西方三圣等这样的这种现对了，很多人念完了是没有这样的现象，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说这种现象的话是特别很普遍的，原因就是在于你的信念还没有达到量只是有口无心的念念而已的。如果说你在真信切愿的摄持下已经串习了100万次，那么这种力量决定会强大，那我们一定有这样的信心。还有我们念极乐愿文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念极乐愿文的时候还有具足往生誓因，不单单就是念过去的强调往生誓因就是说我们这里的话是信愿行全部都具备完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才能获得加持。在无量寿经起心论里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须知持名依法最为简要行者出发心时未有定刻，每日或千声或万声或10万声，从小至多有散入定，随其念力俱可往生意思就是初学者需要有一个定刻就是我们每天的做的功课的话有个规定的一个时间做的功课的，培养自己念佛的习惯。念佛的数量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定的少一些从1000声起步如果说是藏文的话念1000声可比较困难的话那就只稍微少一点也可以的。那汉文南无阿弥陀佛的话那就比较简单的念念1000声的话特别简单，不然一开始很激动定了很多
容易退转。有的人的话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念很多，哎，我今天的话就念一万遍啊，这个念了一万遍或者两万遍，或者念很多这样。第二天的话慢慢转，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呢可能念一千遍啊、一百遍啊都很困难，这样的不行的。我们呢是从小至多，慢慢的循序渐进，有一个过程这样。念佛的关键的话啊，在于坚持，每日不间断，一直延续到你命中啊为止。这样的话，从小念到多，从散乱念到专一。随着你念佛的力量的加深，品位的话也会相应的提升，最终能够顺利的往生。那么来讲的话，那我们就说这个呢，就叫做日走功深了。所以呢，就是说，所以呢，有佛陀和上师的教言为证，希望大家好好的发愿念佛，参与到共修的当中来，迈出敬业修行的第一步，毫不犹豫的选择对今生来世最有利的事。珍惜当下的每一刹那。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苏那么的耶坦加十八年托尼涅巴塔南巴杰长杰嘎那杰瓦隆十八耶诸比诸利诸瓦诸瓦说。